关心台湾大小事，什么话题我都聊。欢迎收看《花俏妹来闹》。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花俏妹。花俏妹来闹呢，是我们 Now News 筹备已久的一个新形态的节目。那这个节目，我们这个节目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把新闻不分属性。也就是说，如果你想，不管你是想要看政论节目，还是想看综艺节目、资讯节目，我们都可以在这里呈现给你。那在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台湾的庙宇文化。我们知道，其实台湾呢，真的拜拜非常的盛行，从南拜到北。那台湾人为什么这么喜欢拜拜？那当然也是有原因的。也因此呢，台湾也衍生出非常多的特色庙宇。那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庙宇，它真的是很有特色，而且它香火非常非常的鼎盛。那这座庙宇就是位于我们新庄新北市新庄的地藏庵。那地藏庵它到底有什么特色？为什么香火这么鼎盛？那我们今天当然就是要请到了我们这个地藏庵的灵魂人物，就是我们的主委林俊德主委。主委，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藏庵哈。其实很多人都去过地藏庵，这里就是地藏庵。那其实光这样看，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地藏庵跟就是一般这个很大的庙看起来，其实反正就是一间庙嘛。那它到底特色在哪里？但其实它非常的有特色，因为其实光是地藏庵，它主祀的神明跟配祀的神明就跟我们一般常见的神明是不一样的哦。那不过呢，我们这个主祀的神明其实它有像是地藏王菩萨，还有文武大众爷。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文武大众爷其实他有鬼王之称哦，然后而且还有这个台湾司法神明的这个称号。那另外呢，在我们地藏庵里面还有一个配祀神明也很有名，他叫做董大爷。他为什么很有名？是因为他有一个称号叫做阴间的侦察队长。哇，我们听起来都是一些很威的称号。那我们今天，不过很多人会问啦，就是一奇怪，这些神明好像跟一般的神不太一样，跟阴间有一点关系哦，跟我们的司法警政也都有关系。所以我们首先来问问看主委说，因为我们地藏庵到底算不算是阴庙呢？好，谢谢花俏妹提供这些问题。首先我要讲一下，我们地藏庵主神是地藏王菩萨。我们大家都知道地藏王菩萨他是冥界教主，所以他是阴庙是正确的，他是掌管我们阴间一切的事理啊。所有的我们的祖先他往生了，他要去超度，他要去极乐世界，我们都是要透过我们地藏王菩萨啊，地藏王他帮他引进，他才会去超度去极乐世界啊。至于我们的配祀，我们文武大众老爷他是鬼王，他也是我们的司法神，所以他是特别不一样，他是掌管我们民间的一些司法。早期哦，那个司法当然还没有这么在普遍创立的时候，民众有一些纠纷哦，就是去请示我们文武大众老爷。所以我们当时讲白一点呢，我们地方就是他是我们的警察局长，就掌管我们民间一些杂杂事事，纠纷的啦，啊，东西失窃的啦，啊，包括我们警政单位他遇到重大刑案不能破案的侦结的时候，他都会请示大众吧，指点民心，往往就在关键点的时候都会破案。啊，至于他，因为他是警，既然是警察局长，他的属下一定有一位很办案能力很强的侦查队长，他就是我们的董大爷。啊，所以我们董大爷在，他就是说，警察局长他接受案件的时候，就是指派我们侦查队长去办理他的相关事件，所以我们董大爷在我们庙里是很有地位的一个神格。是。我们刚才讲到董大爷，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我们先看一下这一张哈，这张照片，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说，那个主委，这个应该是那个我们庙里面的黑白无常吗？对，就是黑白无常。所以我们其实很少在庙里面会看到黑白无常，就可以知道说，其实我们地藏庵真的就是一个就是神明，他有这个不管是办案裁决还是惩治恶鬼，比较特别的一个庙嘛。那刚才我们提到董大爷，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张照片。这个就是我们供奉那个董大爷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什么？这是刑具哦。对，很特别，就是在庙里面竟然有刑具。我们仔细看一下，哦，有手铐、脚镣，还有一些刀棍。对，为什么庙里会有这个刑具？哎，这个啊，这个我们
办了他这间叫董大爷厅，也就是说我们古代哈那个县大爷哈管都衙哈他在办案的地方啊，他有切押，他里面墙壁有画切押，切押就是我们那个侦察队的队员啊，所以他里面配备像我们早期有看到那个切押，他们有拿那个响板打板哦，刑具还有脚镣手铐哦，这些都是还有什么那个翅膀都有哦啊，这个他在这个厅里面哦，它里面是很进去里面它有阴森的感觉，啊，这个就是所以，但是现在哦，我们一般香客哦进去这边就是说他有碰到问题哦，他有被失窃或是被冤屈，才可以去里面投诉。啊，另外相对反方面哦，现在有一点他会把香客会去触摸这些刑具，触摸这些就是表示说希望说董大爷能护他的身，啊，那个不要让那个坏人哦来侵犯他的保护他的人生这样。所以董大爷庙他就是真的是蛮特别，而且我们听说这个董大爷庙，董大爷厅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很多人都会去里面怎么样呢？去里面就抓。对，我听说就是有一个其实非常有名的案例，就是说在2010年的时候，其实当时正是中华职棒假球案就是烧得沸沸腾腾的时候，这时候呢，我们兄弟象队因为就是有几位球员涉案，他们为了要自清，表示说接下来我们的球员绝对不会再打假球，就有当时的总教练陈瑞正，他就率领了全体球员，包括我们大家知道一些职棒明星，像是恰恰彭振明啊、周思齐都来到现场，就是来到我们的这个那个地藏庵来，然后在神明面前发誓说，我们绝对不打假球。这段有状况，我们请主委帮我们讲一下当时的情形。当时他们的整队由那个总教练哦，他们带队，因为检教单位在查他们涉假球案，打假球案，对，假球案，他们就是为了表示他们清白，所有自认他人没有涉案的人，就是要在董大爷发誓，发誓说绝对没有假啊，这个很灵哦，你只有心虚的人哦，他到里面他会不打自招。所以说董大爷他是很灵验的，对，我心虚的人在里面还会不打自招，所以说你不能在神明面前说假话，你如果要就抓就真的要行得正这样子。对，那我们刚才其实就是主委有讲到啊，其实很多人都会到我们地藏庵里面去求事情办事情，那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地藏庵不管是寻人找东西、官司诉讼、疑难杂症，就是你只要去到那边想要求一个答案，其实都神明就是通常都会给你一个方向这样子。那也因此我们地藏庵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服务处，我们来看一下这照片。李圣寺，对，我们现在看这个照片，这看起来完全就像是一个诊所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号码牌、号码灯，然后这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诊间，然后还有这个像不像第八诊，然后里面也是像看诊的感觉。这其实不是，它就是我们地藏庵的服务处，叫做比生室。我们想问主委说，为什么叫比生室，然后为什么要设计成很像医院的诊间这样子，而且还就是一间一间隔开吗？这样，这个是这样啊，我们大众也既然是司法神啊，他受理的案件很多哦，包括你有纠纷的、有诉讼的啊，那个我们就是思想很周到。我们这些比生式的比生啊，他都有一些司法的概念，他们都有看六法全书，包括相关诉讼他们啊，你如果我们民众要去办案啊，我们这要因为了那个大家能够方便啊，如果所以我们设计比生式，比生式比较隐私啦。他如果你那边在讲个案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一个房间里面，他会那个隐私会泄露个人隐私啊。透过比生，他你有什么个案啊？他你要详细叙那个案子，对方跟你的详细的个资都要透过你的口述，然后由我们比生把它记。这个类似就是我们的书记官啊，我们法院的书记官啊，他把你的案由全部详细叙述在里面，
然后把这张树状还是树纹透过我们道士，等一下他写好办好，他把那个树状和那个树纹拿到庙里面，透过道士向大众爷禀明他的个案啊，然后由大众爷哦，他会帮你做一个处理啊。往往这些香客哦，透过这个流程之后，他会得到他需要的，他得以伸张正义的案件了 啊这个都会很容易都香客在这边都会透过大众爷哦啊，把他的案件哦，让他一个合理的得到他的结果这样。主委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说，我们的信众到比生寺去问什么事情，是就结果后来就获得一个圆满的解决，有没有比较特别的？很多啦，有一个朋友，有一个信众哦，他被人家倒了，大概有90几万呐、啊，他那个人呢、啊，那个他就一直赖不还他了、嗯，啊，他那个人就去那边写诉状，啊，希望说他也跟他也是说。他的对方是谁啊？因为他们都有写那个切结书嘛，他什么时候要还钱啊？他也好几年十几年了、啊，他也不相信啊。结果他去那边投诉，就要写诉状啊。他有讲说，如果他会还的话，他会回馈这样。啊，结果就他因为十几年了啊，后来他就办这个案件之后哦啊，哎、欸，结果隔没几天，那个他这个债主哦，他主动就还他的。债务这样啊，这个很灵 啊。这个我们这个办好，他如果那个我们有一个，我们里面另外有一个答谢的地方，你如果说有得到合理的啊，他会都去那边把这个个案哦，用那个一个红布写在说我那个感谢哦，感谢大众也帮他调解纠纷这样。那既然就是其实。求事情很灵验，那是不是有一些名人啊，还是像我们这个地方达官显要，就是到那个主委可以不用讲名字，但是大概讲名字啦，因为很多啦，透露一下大概是什么样的，对，有，包括政治人都有了，常常都有去的、哦，很多名人都有去的啊。比方说最近那个诸葛亮事件，是，那个他往生当天呢、啊，那个杨秀慧啊、哦，他的好朋友，他也当天马上去那边哦。去我们地藏菩萨烧一些那个扣集，还有文状，哎，大家就是要透过我们那个地藏菩萨，他的也干息，他才会把他的需要送到那个诸葛亮的手上、嗯。那就表示我们地藏庵就是真的就是。其实可以说是庙里面很有公信力的，对对对对，所以大家就是觉得说，如果要不管是有冤情啦，还是说有希望超度，或者是说一些求事情，都会来到地藏庵。对对对对对，那还有就是说，因为其实很多朋友他们会担心说，哎，那其实我们到庙里常常都是因为想要消灾解厄，所以就是进行一个我们所谓的祭盖，就是祭解的这个动作。那因为地藏庵比较特别一点，所以我们到地藏庵去祭盖，有没有就是譬如说我怕我步骤拜错了，会不会就比较没效？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步骤呢？我们庙我们那个规划很详细，你要问什么个案哦？比方你要那个超度祖先的啊，你要包仔口的啊，你有卡音没哦？还是冤亲债主？我们个案都有，里面都有指示单，很详细。我们你只要拿这个单子，依据他的指示。去办案哦，都很清楚啊。就戒盖哦，我们人哦，平常哦，一年哦都要去戒一次，全家啊，自家的平安。我们里面有含括什么官司啦啊，什么比符啦哈，掐官追官，这些都有。我们那个社会都规划，我们费用不会很高啦，所以一般我们信众哦，去那边办这个办我们受理我们单位哦，他都要得到。那个我们大众爷的庇荫啊，大家都等保平了。而且我最近还听说，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地藏庵它的位置是在我们新庄的中正路的这个部分，然后就是新庄中正路，听说其实它就是因为车水马龙，很容易出车祸。有。那我们地方就是连出车祸这件事情，当然我们第一要去检讨说，哎，这个地方这个路行设计是不是有问题？但除此之外，我们还请到地藏庵的神明来治煞，是不是有这个状况？有。接着那个，我们5月1号是我们新庄大拜拜，也是我们大众爷的圣诞。
澳门都会依往年年那个年年历啊，都会我们都会很大阵仗去绕境啊，所以我们四月三十号这个明天啊，礼拜四啊就有夜访啊，五月一号是日访啊，日访我们有一个大阵仗，我们很重要一个义阵哦，就是我们的观将手，是观将手就是我们菩萨的护法啊，也是地藏王大众老爷出行的一个重要的神职人员啊，他们在绕境，整个我们新庄在绕这个境的，我们是主要绕境到这境内大家都能平安啊，我们那个观将手他每到一个那个地方出事比较频繁，有些往生的很多的地方，他到那个他都会很自然在那个地方都会自杀啊，比方东镇路口啦齁，还有中正路、大观路那车祸频繁的地方，他到那个地方，他就会拿起法器哦，他当场就自杀。啊，这个自杀之后，往往这个就是发生的几率就会降低，就会降低，逐年都会降低。所以最近那个像前阵子报纸有报道，新庄那个我们中正路这个中港路口本来很那个出事率很高，现在都降低了，都没有在前段班里面了。是，所以刚才主委提到观将手，下一段我们就带大家来看到底什么是观将手。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观将手。那不过提到观将手，我虽然我们知道它是北部一个很重要的阵头文化，不过到底观将手是什么，很多人还是会把观将手跟八家将给搞混，所以我们今天就请到专家来帮我们解决这个疑惑。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位是新庄地藏庵的观将手的代表高秉和法师。法师你好。大家好。对，那今天法师呢也带了就是两位要来帮我们示范观将手的，我们也一起介绍。那首先是这个面师陈志新先生你好，然后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观将手人员的李玉勋你好。你好。好，那我们先问那个法师，就是说观将手他当初到底是怎么来的，那他跟八家将是不是很类似？观将手当初是由新庄发掘的嘛，说它的很早的由来，其实大家也有一些模糊嘛，因为它是以前就很早就有了，很早就有了。哎，那个它跟八家将不同的是在于说，它一个是算阳刚的，一个是算阴柔型的。啊，其实哦，八家将跟观将手，其实我觉得差不多，它都是阴间的差神。就是啊，就像我们，就像我们现在那个刑事啊警员一样，出门抓坏人的这样。那我们知道观将手他是地藏王菩萨的护法，对不对？他到底是由来是什么？是怎么出现的呢？他的由来就是属于那个地藏王的护法，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在台湾的，阴间已经有了司法神。就像现在也要有一个捕快这样，就是地藏王的护法。是。那讲了这么多，其实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影片，比较了解说这个观将手他在，尤其在绕境里面，他也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哦。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段观将手的影片。Bye.
们在影片里面有看到，就是那个观将手他会有一个就是旁边的人献上饮料的这个动作，那我想说，这看起来也是蛮特别的，为什么会有这个部分呢？蛮特别的，这个部分就是像我们早上在起床拜神明一样，要敬个茶嘛，啊，就像朋友来家里，我们要招待朋友，请他喝饮料，就像这样。哦，对，所以是一个礼貌的礼仪啊，礼仪，而且就是等于是也蛮生活化，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活动是算是新庄非常非常盛大的活动嘛，因为有些路上社团的神明是不一样的神明，他有些是王爷啊，有些是妈祖啊，就像朋友来家里做客，我们就奉上饮料，请他们喝茶这样。哦，原来是这样子的一个含义。那接下来呢？我们刚刚有看在影片里面看到了观将手的，其实他的妆是一个有一个很特别的画，很专门的一个专业的一个画法。那我们现在就要请老师跟面师，还有就是我们观将手的人员来示范一下说，说这个叫做开脸，我们在专业上叫做开脸的这个步骤要怎么进行。那我们现在就请两位帮我们示范。好，那老师就是一边讲解一下，说我们现在这个开脸的步骤它大概有哪些特色？譬如说，开脸特色，我们首先一定是要先画它的轮廓，是，所以就要先上个白底，是。那它是不是有一些固定的颜色？它固定的颜色就是有红色、绿色、蓝色，是金色、白色、黑色，其实有很多色、啊，因为现在都讲究比较鲜艳一点，哦，现在有比较鲜艳，所以它其实以前颜色可能没那么多嘛，以前的差别很大，嗯哼，以前的色调比较单调一点，是，只有都绿的啊，两个黑这样而已。哦，其实最早是比较简单的，那现在已经变得就是可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画法，对不对？不是，比较鲜艳的画法，很亮眼这样，是。我们这个有参考京剧的画法吗？有，有是老一辈有参考到，然后他觉得这样比较突出嘛，比较有特色啊。是，像以前老一辈都是整脸都是绿色，是，他眼睛就两个黑啊，这样一个黑，没有什么特色、啊，是，所以就把那个京剧那种脸谱参与进去。是，那像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这种画法，是为了想要让他的神情看起来是更威武，还是说我听说以前观将手是妖怪，是不是最早？妖怪最早也是啊，啊后来也是也有修行啊，然后被地藏王那个收服，当他的护法，是这样，就像妈祖收了千里眼圣灯王，是，都差不多意思。是，所以说，他这个画法其实是。我刚刚提到说，因为他可能就在去协助治煞啦，然后抓恶鬼，所以是不是画起来要特别威严一点这样子？就是感觉会比较凶恶。感觉比较凶恶。对。哎，对，那是不是小朋友有时候看到都会那个吓到这样？以前小时候我在路上也是有吓到、啊。那时候老师有想说以后自己也会来从事这个。啊。就是小时候，从小时候吓到后来，哇，直接变成那个。因为小时候也常常看爸爸这样画。那还会吓到？以前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会吓到。嗯。然后看到爸爸，他怎么画这样？吓到啊。是。好，所以现在就是都还在进行这个白底，上白底的部分、那通常你们就是这样要画多久啊？一个脸哦、喔，一个脸大部分。都要30分至40分左右哦，有时候时间再赶的话，会四个手一起画，四个手一起画，哇塞，就是两个面师画一个人这样，是，所以他们赶时间呐、他们应该都很已经练就出非常专业的速度了，所以现在就是正顺着那个笔画，也是就光白底的部分，可能就是要上一阵子嘛。對對對那我们说这个观将手的人员，我们在他是不是有一些譬如说讲话跟饮食上的禁忌？听说不能乱讲话，对不对？如果他是观将、要扮演观将手，扮演观将手也一定要修养，不能出口成章啊。是，我们现在是代理神明的，是，对，所以讲话上就会比较保守一点。是，那当初我们在选角的时候，有没有他要什么特质，他才可以来扮我们观将手？选角一般我们在选角都会选那个人品啊，还有他的体格。
哦，会看人品跟体格。对对对。哎，体格需要什么样特色？就比较壮一点，汉操比较好的、啊，看起来比较走路比较有风的。走路比较有风。因为比较瘦小的话，装扮啊就也显得比较没有力，嗯，比较没有那个那种威武的感觉。是、嗯，所以说其实，在选角上面都是有一番的这种，对对，一般都是有啦，都是有选的。是。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已经开脸完成了。对，我们现在看一下，哎，老师，像这个开脸的这一位，他是什么样的角色？他是属于曾将军，是现在大家所说的曾将军。是，嗯，那曾将军的特色是什么？他的特色，对，红底呀、啊，是红底呀、啊，拿那个三叉。是、嗯。那我们知道曾将军以外，还有一位笋将军，对不对？嗯、那曾笋将军是造型不一样吗？脸谱差不多，只是在上色分那个笋将军分那个绿色。是、嗯。那我们知道说官将手有一个特有的步伐叫做三步战。那现在我们请就是这位请我们的官将人员示范一下，请他示范一下。大家对于地藏庵跟我们刚刚看到的官将手都有一定的了解了。那其实地藏庵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绕境的部分。那我们也想要问问看主委说，我们现在就是刚好遇到我们这个新庄大拜拜这个非常重要的绕境庆典时期。那主委，像就是除了官将手以外，我们其他还有一些什么热闹活动呢？就在绕境的过程中，那还有就是说，我们地藏庵还有哪些在比较重要的庆典会出来做一些活动这样子？那个我们新庄五月一号大拜拜哦，是我们新庄的大圣寺，在北部哦有三大庙会，第一个就是前阵子的一个三重埔的先世宫，啊叫做新庄大拜拜，叫的就是5月13，这个当初在北部是三大庙会，啊我们五月一号大拜拜啊，除了刚刚我们介绍的我们的官将手出行之外。我们在绕境的当中哦，有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活动，就是发放奖红饼。嗯，这奖红饼我们每年哦发的量很多，哦，一年差不多有将近上万斤的那个奖红饼，沿途发放给民众，尤其那个对小朋友哦，他们都拿到这个奖红饼哦，很趁手，很爱。这个会保佑他们小朋友成长能够平安无事啊，学业会进步，这很重要。还有最近有风行弄酒咖也有，哦有，还有我们官将手沿途也会帮信众解厄啊，他透过他的法器啊，民众都排了一整长路哦，在啊官将手都会帮他们做这个戒盖的动作。所以这样传承下来哦，像我们每年这个绕境哦，可以说从中午绕到深夜才回来，这个是，所以我们担任将手的他们都是很辛苦，非常辛苦。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想要就是对于这个地藏庵，或者是说我们整个新庄地区的神将文化进一步了解，不妨多多去参与这些我们这个像绕境这些活动，就你就会更了解这其中对有非常多热闹的部分。那我们说虽然是这个民间信仰其实是信不信由人，但其实呢为什么庙宇很多庙宇都会这么的香火兴旺，当然包括我们地藏庵，主要就是因为在不管是拜拜或者是祭拜这些过程中求得的这个心灵安定的力量，或者是对人生的一些方向，可能比你从迷惘到有一些认知，我想这个都是为什么我们台湾的庙宇文化会这么盛行的原因。那今天我们也非常谢谢主委，还有谢谢我们的那个官将手来到现场。那往后我们的节目也会继续提供非常像这样子的资讯给大家，那也请持续锁定我们节目，大家再会。好，拜拜。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就到新庄地藏庵走一趟，你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解决。